好，欢迎翻嚟呢个非凡医生。咁啊，我自己咧就玩咗几场啦，咁亦都将 Lusaw 咧，所以咧就卖走咗啦，三千万左右卖走咗。咁 OK 啊，不过我估唔到咁顺摊啊，可能调高啲价钱都得。咁啊。竟然咧，我系赢咗利物浦啊！我冇拍到，但我赢咗利物浦，2-1，即系落后一球反胜，哈兰德电胜啦！咁啊，我换咗詹士入嚟，詹士啊，成个带动咗成队波啦。咁啊，好啦，咁今集咧就会主要睇下啲转会啦，买人啦，可能要，我觉得要买一啲。好多位置都踢得嘅球员啦，我想加强左右闸方面，系啊，再加上呢个前场啦，吓，睇下有咩嘢先，对国师有兴趣我 OK 啊，所以手出啊系3070万，睇下球探报告先。咁我要揾一啲有兴趣嘅人去买，咁我希望签啲都后生嘅球员啦。咁最大问题咧，我哋系依家冇乜钱，依啲龙门都唔错。不过我哋有罗美路，暂时都唔使谂住嘅。我想同拜利续一年约先，续一年就唔好俾人咁快掉咗出嚟。钱都赚唔到啊，老细咗俾人卖出去。母女喎，佢母女，哇！嗰啲数值咁高嘅，啊，母女6个月到期喎，惨母女咯，母女嚟曼联搞笑，哇！咁多球员嘅，呢啲唔要，唔要太老啦，嗱，杰迪都唔使住啦。哥斯达就因为哥斯达唔贵嘅，1000几万，如果买到佢都可以加强前场嘅。咁但系我哋免签啊国师，我睇下帮唔帮到拜利续约先，帮拜利续约咁就再睇下有咩人买，我哋一转会算3000几万，帮拜你续约一年。哎呀，揿错掣啊！老老老老，呢个一阵先睇呢个。咁啊，球队中心系啦。拜你仲喺咩度啊？应该仲喺度，未到期嘅约呢度。咦？啊？做咩啊？拜你冇得倾啦，买走咗啦。Oh no, no. 哦，唔可以倾啊！喂，谈判破裂啊！快啲，喂，冇钱收啊，老细，no no no no，错过咗买翻2000几万都好嘛，唔理啦，温下先。跳舞枪嘅事完啦，对隔离树有兴趣啊？隔离树 OK 啊，1900几万，唔要住啦。
深刻新鲜。年迪老夫，你想翻嚟打正选啦？麦瓜休息下。詹姆士冇住，马达咧？马达想打，好耐冇俾佢打。马达，哈兰德都 OK， 拜利。哎呀，拜利，好可惜啊！点解？点会咁噶？卖走咗，好白嘅 ，no。边度安沙比都76，咁高啦，坐成长紧啲啊！咁普巴胜算啦。咁啊，无疑啊，开始搬嚟，我哋第五啊仲啊，第一系曼城啦，应该啊61分，无疑开始啦。之后我哋就睇买人。3-1。系拿祖想要多啲上场时间，好有一席位啊！我送文山790，我唔会买住啊！科隆文山啱啱，其实我啱啱先续咗约，科送文山。星唔要住，因为右闸都冇替补，拒绝先。系，当沙比都唔会买啦，因为未来嘅即系人物啦，未来人物唔买住。好。睇有啲超值嘅球員有冇咧？即係免簽咧，真係幾可揾到啊！係嘛？咁我免簽國師喎，真係追死人。呢個唔錯，佢係安卡添，好係轉會中心啦。3100多万，要唔要买人啊？分埋佢先。第四轮足总杯，球探报告，青年球员，咁呢个签咗佢啦，呢啲唔要啦。全部其实咧好哎呀咁出世，哎呀签咗是但，之后掉翻佢出嚟，唔理住啦依家。等佢培训下啦，之后再掉走佢，睇下佢嘅潜力如何。咁啊，好，咁依家真系温唔温埋佢咧？温埋佢啦，温埋富咸。有咩新闻？韦斯咸接受李斯。
边个嚟呢个？萨克达唔知。咦，乌姆迪迪咯。哇，6000多万。哦，矮人。交边来比石？睇下先，你好睇下依家有咩？转会消息啊，转会记录，所有球会，乌姆迪迪，呢个之前嘅卡华式啦，有签个卡华式，啊，再出去睇嘢，嗱卡石迪，哇，加都走埋。大概咁啦，我温埋佢。順利贏埋，占士入波 OK， 中中村輝人都入波。温埋呢個，已連迪魯夫補教啊！哇 F 啊 ，no！ 連迪魯夫，哇又對利物浦，呢場可以踢嘅，但係應該唔會今日啦。今日睇下轉會先啦。連迪魯2000多万咁平，咁平。連迪魯夫可以買嘅，因為佢淨係打得 CB 呢個位，2000多万。可以買成4000万。連迪魯夫賣咗佢都得嘅，啊，傾一傾先。2700多万可以買到3900多，試下貴啲4000多万，可能拍台咗人差好遠，對佢嚟講，可能3000多万再加轉手條款啦，25歲嘛，轉手都有啲錢賺嘅。即係連迪魯夫喺曼聯，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咁但係有時佢。唔夾硬正咯，即係後衞嗰種硬正，企位佢 OK 嘅，啊，即係又都打得唔錯，但係後衞係要講求硬正咯，你唔可以就住嗰、那個即係對手噶嘛，3800多万啦 ，OK， 都平㗎啦。可以賣到3900多万嗰度寫，咁我加轉下條款咯，睇下得唔得啊？有機會拍台，我覺得成日都驚會拍台，不能接受轉手條款。咁你貴啲噶咯喎，唔接受轉手條款。哎呀，係咪華倫西亞？咁咩啊？拒絕延遲。還價4600，25歲82 OK 啦，唔轉售條款3950万。我的天，玩家4500万啦，
唔 OK？今晚唔走，現代老虎。即系你求我买俾你，使乜咁老气啊？2000几万，唔好联络佢住，因为我加咗18% 转售条款，佢一嘢就拍咗台走人。冇计啦，即系现代老虎我可买可唔买。Come to every day, your shoes in your ends. I will turn up early, y'all. Then your cameraman bear equipment. You'll be thinking it's them. Hold on, wait there. Where's his lens? 有興趣。There's his lens. Unsighted fighting. Where's his friends? 合約快啲，就快到期。哇，咁簽摩迪啦，唔使講啦，簽咗摩迪先。我都比較中意呢個球員，雖然佢可能踢得一兩年，34歲，咁照簽咗佢先啦。我中意嘅，冇計啊。只有3100几万，咁系要免签多啲啦，冇咁多钱。摩迪 ，yeah， 34岁，哇，咁贵人工啊，照咩啦？倾啦，一两年啦，玩下佢啦，未必签得耐咁，但系都玩下。利物浦要啊，唔好俾死对头要啊嘛。好高兴嚟到啊！一开始我都话唔签摩迪，但系系咯。都用下佢啦，33万人工啦，轮替重要啦。关键，34岁个老细。我比較關鍵你先啦，一年約啦，都冇得玩家啦，有咩玩家？未來啊，玩家話未來俾佢，即刻拍台走人，唔好咁啦，摩迪，2年，多啲嘢，36岁，都差唔多喺曼聯踢到退休。年签 OK 啊，放弃加一条款，17万周薪咁平，喂食啦 ，OK 啦。不過減啲都要，我最中意減人哋。獎勵又80万，好公平。太是但啦，接受啦，企硬佢 ，OK 啦。喺人工預算低我就，我減薪嚟到 ，OK 啦，食啦嗱，國師搞掂咗啦，咁啊，摩迪又搞掂，不過摩迪踢得係國位嘅原來。CM 好，再睇下有咩人。呢、這個其實呢、這個都 OK 嘅。諗下先，1000万，
因为 LB 都系剩翻啲后生仔，佢有听到 RMLM 佢啲数据都 OK 嘅，19岁仔唔错啦。睇下先，睇有冇其他人签先。呢、這个唔考虑住。RMLM。鲁宾利维斯 CM， 但又系得一个位嘅，中意佢都冇计，唔够钱。鲁宾大师 CB 呢个应该都唔睇啲数据如何嘅，唔系好特别。隔篱树有人签佢啦，签90,000俾咗隔篱树。哇，贵咗啊！一开始玩呢只 game 得4,000多万嘅，果然啊，升值升得好快啊！呢个都系好好嘅球员，85、20岁，呢个签唔到咧？外借俾人外借咗，系不停升喎。呢个不会传会喎，又卢卡。马天尼斯都唔使添前锋住 ，CDM 波索域几钱啊？波索2,000多万，波索域啲数据几靓嘅，好靓嘅啲数据，唔错啊！但系中场又有人，又有摩迪尼咗，都唔使住前场。左右閘可能諗翻個加拿大人先，帕華特，不會傳會，帕高瓦卡沙，華納幾錢啊？咦？可以直接同球員接觸？哇正啦、啊！喂，签咗佢，放咗马斯亚就难得一遇喎、啊，唔使依家免签最好，免签唔够钱，俾人工算啦，即系签到华纳，好关键好啊！咁都系马斯亚你话，唉。但馬斯亞咧喺真實應該打到左右嘅，咁但係呢只 game 就係打前鋒，關鍵好啊！23歲，87，劍武華納 RB 萊比錫，我又同內叫萊比錫啲人。头先，哎呀，10多万喎、啊，唔系几多先？5年约啦，10多万，13万，谁谂唔记得啊？冇留意，依家人工80,000多。本家帮球队悭钱，好似混格咁样，免签啦，免签最好。放棄加一條款，13.5万，俾我簽個獎勵佢咯。個心機幾多錢？冇留意添，我突然間好開心咁樣。10万。好開心咁樣就撳咗入嚟，抵啊！絕對13万几周身，如果得嘅話，
13万周薪，签约奖励，出场10次。其实 O K 嘅，我一玩先。好抵嘅，多謝多謝 ，thank you thank you， 歡迎天舞華啦，好啦，真係要添後防啦，依家。好驚喜喎，執到寶！嗯？你話古筍？馬拉尼，哇！8000多蚊，8000多蚊。古里路都 OK， 古里路签后生仔好咧，古里路咧 LMLBC， 古里路谂紧，古里路又即食咯，即食古里路。唔係好貴，新嘅，哇1亿啦！啊，之前買又冇咁貴嘅，依家咧又百物騰貴，呢個我好啲數據喎，好好嘅。你有冇睇數據啊？喂，睇唔到數據。嗯，我係咪倒更下沙特？麥迪神都踢到咁多位，麥迪神哦都貴啦開始。沃特包斯哇好平，沃特包斯1000多萬，沃特包斯可以諗諗佢嘅。科拿又我租咗，冇人，我睇下有幾多錢先。做乜嘢？賣馬斯亞走啦！睇我哋啲球員先，租借咗出去嘅，喂，都唔俾人上陣嘅，史摩靈有冇得上陣？啊，借咗啲人出去都清唔到啲咩喎，冇乜機會上陣啦，三齊試下雙軌又點樣？-1添，呢個能力值。馬斯亞24歲，85，邊活哈蘭德，依家人滿為患啦，開始人滿為患啦，前場可以擺國師，或者擺華納，轉唔轉陣咧？轉陣，啊投咗大麥。轉陣又442啊，不過應該都係打翻呢個陣喎，應該。馬斯亞
又唔想買。啊，夏蘭特又冇可能買啦，夏蘭特冇可能買，邊活都唔會買啊，山崎士真係麻鬼煩，一定買咗佢。如果喺度，如果佢喺呢間球會，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冇人要佢先。因為我哋已經有好嘅球員，都唔需要山崎士啊。俾多啲機會後生仔啦，都係曼聯嘅作風啦。依家就要再研究係咪轉陣啦。如果馬斯啊留喺度，咁馬達叔叔可以買走馬達叔叔啦。咁啊，趁仲有啲價錢嘅時候。將佢列做呢個轉會名單啊。轉會名單，馬達轉會名單，真係好想買走山崎士。其他四十。但都有集呢個人，呢個我覺得應該會成大器嘅，有機會，但冇人租佢哋。好，我試下買下嗰個2900萬。好啊，試下買下個拜仁嗰個先。好成功啊！知唔知咧？呢三個人都免簽，哇正！三個都有名氣嘅人，免簽到真係多謝各位 LBLRMLM 1200隻先買咗先啦，傾下千四萬，試下啦。球員交換，有咩交換？球員交換，都唔知道交換啲咩好。馬達要唔要？阿馬達幾錢啊？1100。唔交換球員先，交換球員反而仲貴，好似。千四萬，接受，但要收取轉會費2%。玩家係玩啲咩？提交2%，2%，但壓力價1300萬。係都要選手條款嘅你。
5%。我不如先40,000。真系麻鬼烦，唔要选手支付，1430。O K 我幾驚佢話唔 O K， 唔 O K， 又話咩傾太耐啊，咩唔合乎我哋嘅諗法，談判咯。周生幾多？唔知幾多周生喎、啊？啊唔知幾多周生，毫無了解對嘅周生。年薪球員應該唔會高周薪啩，睇下幾多先。歡迎你哋一齊食飯，偶爾上陣，好啊！年薪金20,000+，40,000 OK， 我唔知啊，侮辱性啊，真係呢啲真係撞菜。成個陣容咧增強咗都唔少噶啦，因為有3個免簽嚟到，不過3個免簽要下即係季尾先嚟，所以都未必要買手啲球員住。唔係依家冇人用，可以馬斯亞嗰啲，我諗下先啦。個陣睇下會唔會執啦，如果唔執就唔買馬斯亞就。最即系下季先买，27,000周薪，又减人工，但系俾紧佢。系都要24,000簽約上啦，算啦，40,000啫。好，今集都有啲長啦。我的包師，但我哋有其他球。一定會升值嘅，沃特鮑斯。老些數有1,000+萬，係球衣銷售先。得閒就睇下呢啲，會有目標。球衣銷售，球衣銷售好似唔喺度睇喎。你社會好啦，今集差不多啦。啊，啲球員都唔錯啦。係馬達可能會賣走。好，利物浦踢唔踢好咧？四强，
可能未必踢無意咯，佢但點咧？好，今集係咁多啦，好多謝曬大家嘅觀看，中意就俾條片個like啦。想我問咧球員咧有咩意見咧，都可以俾我嘅，咁我再會考慮啦。咁係咯，今集去到呢度先，拜拜。